正在热播的都市浪漫爱情偶像剧《最佳前男友》由高彦直演员言承旭、江疏影等人联袂出演。剧中一向走高冷路线的言承旭彻底脱下偶像包袱，秒变画风傲娇卖萌。女主角江疏影拒绝傻白甜，勇敢挑战心机女。随着剧情一步一步的进展，《最佳前男友》的收视率也在节节攀升，有望成为金秋最受关注的电视剧之一。8月27日晚，江疏影通过微博晒和言承旭的合影，并称五亿福利。照片中，江疏影和言承旭将头互相依靠，江疏影一脸俏皮模样，看上去两人非常的友好甜蜜。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十亿来张稳照，还有网友高呼在一起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